大家好啦，咁关于顺丰智能柜点样攞件嘅，咁我今次就再详细少少讲解啦。咁你而家全港咁多区咧，你买咗嘢啊，或者系淘宝嗰啲咧，都可以集运落嚟去自提柜嗰度攞嘅。咁你埋到去咧，揿取件，跟住入翻你嗰个 SMS 里面嗰个八个位嘅密码之后咧，咁就好简单，佢就会自己弹出嚟话俾你听系。边一个柜位嗰度攞啊？咁你揿入密码之后咧，佢就会自己弹出嚟嘅。比如咧，有啲大件啲咧，就会喺嗰啲大格仔嗰度；，譬如可能你系一啲细件嘅物件咧，佢就会喺呢啲下面小啲嘅方格里面攞嘅。咁你见到啦，咁其实就好简单，入完嗰八个字嘅密码之后，你就可以攞到件货啦。咁适用于你本地购物啦、网购另外就会有啲系，譬如可能你系淘宝集运啊、淘宝直送啊咁样都可以用到嘅。咁你揀翻喺你个区嘅顺丰智能柜嗰度取件。咁就好簡單啦，你撳咗之後就攞完件件，咁佢就會60秒後就會關返㗎啦，咁啊基本上就十分之容易使用嘅。